キーパー看不出啊下车要检查一次看他有没有进入充电状态没关系我待会滑一滑就拿觉得有大一把这样上下半身比例不对啊快心弯了心弯了从右边算还是从左边算？左边，但是我们不喜欢我的最小，最小要算第四。好，漏掉了。你看我裤子还是破？破。破。看到啊。破。嗯就是前面有一个假冒的，但是他的屁股比你大太多了。有。该上了是吧有故障、啊、都有故障先推他
半一样，并不是。我觉得他快要飞出去了，他都不知道要坐下的感觉。老师真的很辛苦。又要你过两个。刚逼不过的是他吗？不是。还有一个。老师他是冲上去了，老师把他衣服扎起来，哈哈，好像也是。最后只有衣服上缆车这样。没有，是抓他胸口，我想抓他胸口。哦，因为太矮了，我不知道，他感应区在上面，他已经靠着那种冰刀，还是听不到。哦，对对对，老师就拿了自己的去冰刀，就是冰过。哦，对对，搞不好他的票是昨天的。对的，对的，对的。嗯？怎么？不是，混起来是火袋。会不会很黑啊？还好，我只是怕把衣服冲破了。就是很黑、啊。所以你要滑哪个？嗯。不想上山的吗？嗯。一直滑练习波，随便啦、啊，你就收到信啦、啊，我就会站，不管在哪我都练习这样。脚超的，嘿、欸，这个人硬要滑一道，最后就只能擦擦擦。去哪里？后面啊，他这个 ski， 他硬要滑这一道，然后后面就只能用擦的，他出不去，就是用踏步出去。这些动物的脚印被他戳穿了。啊，脚好冷哦。我猜今天是雪炮打，因为雪化不掉。这么冷，这么冷。但是气象预报说三点会下雪，每次都是我们要脱鞋子上车，然后就下雪。嗯，搞脏。所以，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些那个窗户上应该都被弄掉了，太热了。但是下雪的时候反而会在外面结冰，这就有点麻烦。那你要去车窗把车窗刷干吗？没有办法啊，因为我现在刷干了，那个热玻璃现在是干的，对不对？嗯。然后等到下雪的时候，它就粘在上面，融化融化。是不行。看看热度跟融化的雪哪边比较多？也就是说，那些雪会一直被玻璃融化。然后玻璃会因为融雪而降温，只要那片玻璃一直在零度以上，我们就玻璃就赢了。然后玻璃现在是零度以上吗？玻璃是，因为它被晒。但是如果它被空气这样一直吹，空气是负气啊，所以雪跟空气一直不断的把它降温，就是太阳，太阳。像这种太阳下、啊，我们之前在其他雪场不就看到表面会有一层闪亮亮，有点湿湿的那一层吗？就闪融掉了，闪亮亮。对啊，但是这里你看不到，还是太冷。对啊，哎，脚好冷，零下。其实这边还算都是粉。
太阳晒不到。你的戴不下两层哦，我都戴两层哎，我一直都戴两层。嗯，我那个黑手套肯定是很暖的。那戴不进去。戴一层就够了。我现在我期待出来会晒晒热一点。我现在坐左边，我就已经左半脸超晒。感觉现在风也是很大，没有雪，所以看不出来风有多大。那个飞机前面那个是会转的吗？它没什么在转呢、欸。怎么回事？只有我的脚在冷吗？它真的没什么要转、欸。奇怪。没什么风吗？好，没什么风的话，我就来换手套好了。还要把卡片换过去。那这样我还要拆背包，有点麻烦。不行。啊？八组。要打法就可以了，八点上。好像晒好就可以了，晒一晒。哦，暖了暖了，好冷啊！他完全不用戴面罩。刚才是爸爸。现在看 No Gravity 好像有很多像馒头的东西耶。好啊好啊，你就停在那，我要从下往上拍啊。好，这里我在想手拿出来会不会更冷，搓一搓，再出来，顺便等人走。好、哦，不是，重点是之前好像没这个问题，还会怎样？有啊，我这用不就十二月就一直掉吗？是十二月的时候啊，之前就没有。之前我还蛮满意的，说，哎、欸，这样我们两个人的影片都是无接缝的。什么叫无接缝？GoPro 的影片就是它是连续录啊，它四 G 切一个档，然后我之前那台机器，它切档了之后，中间就有三秒是不连续的，对啊，那现在搞成这样，那这台就坏掉，哎、欸，最旧的 GoPro 它坏了，然后就丢掉了吗？就丢掉了。你丢的是什么？类似吧。对啊，我试着把它拆开，也找不出所以然的。那是在台湾丢掉。不能这么丢，好像很变形。那你说你拆不下来？对啊。会不会接变很难滑？那里的雪没有很深，那里的雪昨天就被滑得没有很深了。嗯、雪没有很深的状况下，那里是不会被封起来的。会被封起来，又只有太深或太绵雪才会被封。
冰球啊什么的没有，所以应该还是下得来了，大不了下就也下得来。最左边切到最右边，又切到最左边，现在逆来顺受的山羊。我们现在也是黑线可下，但是这个可下跟下的超快，差108000里。那最起码没有拖人后腿，没有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或者是两个弯摔一下。
们有拍过这了吧？有啊。哎呀，一上来就觉得，哎，又这样。我拍远远的山吧。应该有入一圈吧。我好像已经抛出去了哦。应该在这里拍一张。朝这边拍。他们停在那，所以只好停在这啊。他们走了，我们就继续滑。啊？但是横着切的时候不这么觉得，就横着切过去。我们换成山羊视角，就是哎、欸，这个路很平啊，这样。啊？那里牌子哦，牌子在这啊，呀，下面也有人啊，你哈、哦、越往那边的话就越更高，是那边没错，我是说。我是说，是往左边切，往左边切啊。没有，现在往右切，再往左切。好，你先下。我要看你前方。啊？我要看你前方。应该是还好吧。就。好。任命的山羊切，啊！因为我是跟着不认得路，就跟着大家的路啊。他一直往那边走。对啊。
吗？路在右边。侧降啊。哎，你等我一下。路在你的背后，你回头看正后方是不是横着过去？你是切太高了，所以我跟你讲，路在你刚刚的右边。哎，好了，我到路这边了。嗯。所以我还太高吗？对啊。哎。阿嫂，我看到路了，原来是这一条。我刚看到的是上面那一条。那你就跟我刚刚一样啊。我没有控制好啊。我觉得转身可能比较简单。好，那你测测看啊，因为我刚试了，就是降不大下来，因为山羊那个切住的力道很强。真的吗？你，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刚刚不是站着吗？我就坐一下。哦。哈哈哈哈哈！好，山羊恢复了。上次有多难下吗？上次我们是切到很下面下的、啊。那我们还是继续下去好了，我们不要直接下，好危险。那就往右吗？我都觉得我们感觉方向不对。换个方向。嗯，啊，这里有，切过去，随便切啊。
啊，反向。两只山羊，山羊路，这里可以测降了，然后被他们挖成有点像馒头哎。很疯狂的这样咻咻咻就下去了。那你有要下吗？看起来会很难玩。我看起来还好，就是一直横切就对了。然后雪很多的状况下，应该可以横切吧。所以还是要下喽。跟我一起到最左边开始。这应该比我们刚刚切线还简单呢，你看这样子，小切切。你切比我下面欸，你切的比较少次就可以下去了，这样我比较累。你在休息吗？没有，你说的。我在休息啊。我口罩好戴好啊。啊？
有吧。开始结块了，小块块。小转啊，不不，好，啊！刚刚有拍，每下一小段都拍一下吗？我已经拍了第三次了。往上，往上就会觉得很多阴影。我下到你下面，往上面拍这样。有吗？好小，等我一下哦。对，但手都看不到。看不到天哦。只有天啊。只有天看不到地哦。雪地啊。看得到啊，但是我想看啥。啊？看起来还好。有天有树，我先啊。对啊。啊！我都嗯哼。
那我下去就好了。有吗？头好像没有，要往上爬，往上爬一格，爬楼梯啊。有。看后面的风景啊。哦。脚还硬是往下掉。是。你刚刚什么都拍不到，是因为两倍。我现在用广角才拍得到东西。哦，那我再帮你拍一次。我有拍一张啊。你拍一倍。我找不到它的规律。
这些人已经上去 N 次了，不知道从某个地方开始往后滑还是怎样。我的手机在响欸，没了，谁会打电话给我？这个手机应该是不会有人打电话来的，按扣不成。打了两下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按扣欸。啊，糟糕了。先按扣。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会不会是第二 level 之类的。那这样要回吗？先不动啊。或者是公司电话为什么不用回？这不是回欸，这个是要去按说 OK， 知道了。两通通知，但是通常这种东西过一阵就 recover 了。你是要下线的那个吗？啊？要下线的那个。对啊，要下线的那个。而且我印象中我应该没有啊，因为是 level one 的人没有接，所以才打到我 level two 啊。刚刚吧，第二通电话，所以才五分钟内的事吧，就还好。这样下你会觉得停不下来吗？不会。啊？不会啊。不会。比较恐怖，在下面那一点。啊？对，现在开始，如果现在开始用这个下吧，那你有跟着点吗？我没有点。你点一下，就是身体在前面，点的时候低，点了之后弹高，这样会觉得停得很好停。开始哦，你怎么停下来？休息啊。它等于是
带着横切吧，其实用横切法也是过得去啊。我们好，那我在你前面。好啊。有没有感觉到那种断一下可以转一下那种劲道？你有做到啊？如果往前插的更低就更明显。中间有一点分开是没关系的，其实啊，那个教学影片可以让一开始好像棒球，超像的。你是追球干嘛？怎样？会扎实的。那要把它带去那个，带去更黑的线，让它滚大一点啊。Oh. 不然它的生命就只有到这了。它长得大吗？不要被馒头限住了，加油啊！走远一点啦！加油加油加油！停住了，还是被雪堆挡住了。我不要救它。好了，走吧，我去跑。但是很累啊，就是没办法练东西。我觉得前面红线比较可以练东西。我觉得
我觉得你比刚开始比较厉害的，就是一开始啊，你要试着做，你会甩出去比较远。你现在那个横幅已经缩短了。第二个就是啊，你转的那一瞬间刮出来的雪变得更多了，那个代表刹车力。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你这个小转已经你也有一点基础了。对啊，好，我再做做看，这是我这次的功课啊。一开始把上半身放低的话，就可以让它撑住，这样就到这了。接着又可以这样，然后左脚抬高。哎，这只脚不大会，要你按对，是我按的不够低吗？右脚就可以，右边左脚可以。这边呢，按低一点好了，按低一点。欸，我不会。黑线啊，树林啊，什么的都用得到。像我们刚刚那个No gravity 那个山羊切，那边就我们就觉得哦，那个又窄又陡，我们下不去。但是实际上这么窄是下得去的，就是用那个滑板，就会变成馒头了。
组怎么讲？我不知道哎、欸。卡多基，我乱讲的。角度叫卡多，还卡多？卡多，反正应该不是直接这样。好，
再录一次。哦。我的腿超长。我的腿超长的，你看。我们两个身体长度也太长了吧？对啊，我要穿一双。耶、yeah, ，只是看不太到我的手。嗯，看不到。你要有措施啊。要吗？手都看不到吗？什么都没有。那我也穿一次。我要回头切一次，我要回头切一次。
我反向以后那边太窄了，我反向切以后太窄，回不了头，所以我就变成侧降降下来。对啊，回不了头啊。山羊的极限要有一个那个旋转的地方。最后一次啦，太阳是这个方向的，就这样。我看到我两个了，然后这一张是这样吗？对，什么怪样子？我脚还踢开。哎，那个自动车道还看得到车子在跑。它的速度是这样，有点点点错点错，这是高速小转。哎呀，要诀还是小转，就是它转的那一下是错。我们下次随便走，还能活着下去就好了。对啊，随随便便，我要用小转下去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好？好？那个刹车再带多一点，就是。就是我还是在滑，对不对？对啊，你也不是。但是我没有完全停，所以我还在滑。对对对，不要急着做下一个洞，慢到一个洞地步再做下一个洞，就会更慢。我觉得更安全。对啊，很安全的。我完全走那么远的路。对啊，咻咻就下来了。你要再来一次吗？下半步还可以再一次。你要不要放你入？不用。不过你先看我滑好了。慢动作好啊，慢动作 OK 啊，慢动作 OK 啊，就算点的频率很慢，但是你速度不会越来越快，这样就好了。不觉得我超慢的吗？那很好啊。没了，你会把它碾扁了。
你会把它打碎啊？碎掉了，碎掉了。那等一下要走第三条路回去了，那是红线啊，继续一路小转下去。我不用了啦。哦，好。很好，很累哦。哎呀，要外露，这个不要吗？不用。这是第三条，右边就是那个绿色出来的那个，就很小很短一段，而且压过去，短。有觉得变硬了吗？有觉得变硬了吗？嗯。对啊。还可以吗？可以啊。这里比较乱，怕你又挨架了。那直接冲了吗？随便你啊。